呢个咧就系我哋项目嘅成个板块啦，占地系3500亩嘅，3500亩嘅占地咧，相当于327个标准足球场咁大嘅。但系咧，我哋拥有嘅容积率咧，系啱啱阿 Ken 你都讲到，容积率系非常之低，得0.3%嘅啫。目前咧喺大湾区低于0.6%嘅容积率系冇嘅，我哋系远超0.6%，高一倍0.3%容积率，即系冠绝湾区噶。咁我哋咧系以一个小镇中心咧系为核心，同埋咧一个景观轴咧系为中心位，打造咗分7期开发8大板块。咁咧我哋第一期开嘅咧就系呢一个西北岛，叫香花町嘅酒团嘅。我哋咧系总共分为7期开发嘅，我哋一期咧香花町个位置咧都推出咗系有295套嘅，咁我哋依家开售嘅情况咧都已经卖咗系超200套货噶啦，咁成个园区别墅咧加埋都系得3000多套别墅嘅，一货量系亦都系买少见少噶，包括咧再讲翻我哋依家咧个位置咧就系呢个销售中心啦，咁我哋背面北面咧就系古兜山脉三山环绕嘅，咁同时我哋周边咧仲有红树林去环绕住我哋嘅项目嘅西岛位置咧，都有一块500×500嘅一个红树林嘅。咁呢个红树林咧，佢对一个空气嘅环境啊，同埋一个水质美化啊，都有非常之大嘅作用。目前咧，因为背山同埋拥有红树林咧，佢比普通嘅一个周边嘅市场价咧，会高出30%嘅。咁除咗我哋背山以及坐拥红树林嘅一个稀缺资源之外咧，我哋南面就系黄茅海，咁我哋嘅海咧系因为处于一个咸淡水交汇处嘅，咁所以吹过嚟嘅海风咧，对我哋嘅皮肤就唔会产生黏性，唔会黐立咁嘅感觉，系非常之柔顺，非常之舒服，好适合居住，并且对我哋嘅建筑咧都唔会产生风化嘅作用嘅。同时咧，再睇翻我哋项目咧周边嘅一个水汽非常之多，因为红树林生长嘅环境咧，一般系长喺一个非常之稀缺嘅资源之上，就系湿地公园啦。同時嘅話咧，我哋項目咧以一個小鎮中心咧為核心，打造咗5大板塊同埋8大配套。首先第一個核心咧就係呢個我哋嘅綜合商業綜合服務板塊啦。咁呢個綜合服務板塊亦都係大型嘅綜合商業體，包括我而家所指嘅位置咧就係一個我哋國內打造嘅一個國內最頂尖嘅商全酒店。咁入邊嘅酒店套房標準咧全部都係按照7星級嘅一個酒店客房去打造嘅。包括仲有無邊際泳池啊，咁成個酒店咧佔地係32平方。點解會講到話我哋係頂級嘅商全酒店呢？因為我哋呢個板塊咧擁有咗全球罕有嘅一地兩全。一個係海温泉，一個係潭温泉。咁咧，潭温泉即係海温泉啦，佢對特別對女士咧，會有一個美白養顏同埋一個護膚嘅作用噶。咁同時，潭温泉咧對一個人嘅身體健康啊，同埋一個降除疲勞、降尿酸等係都係非常之有好嘅身體療效作用嘅。咁除咗我哋一個咁頂尖嘅星級酒店之外咧，我哋酒店背面咧，仲會打造一個12800平方嘅東南亞風情商業街。咁呢個商業街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型，入邊嘅商鋪咧都超咗100到200間噶啦。同時，除咗我哋一個可以滿足一個日常嘅購物之外咧，我哋一個生活配套咧，入邊仲可以有一個2000方嘅國際連鎖超市嘅。同時咧，我哋園區擁有咗最大嘅音樂噴水廣場，包括就喺酒店前邊。我哋仲會打造翻一個人造沙灘啦。當閒時嘅話，仲可以去到我哋嘅人造沙灘，或者係一個親水平台上邊去欣賞我哋嘅濕地以及噴水景觀嘅。包括啱我哋中間位咧，仲有最後一個係2025年開放嘅一個藝術展覽中心，咁呢個藝術展覽中心咧都可以展示到國內嘅一個文化，以及國外嘅文化展覽啦，以及以前故宮嘅一個文化展覽都可以定期去更換去展示嘅。咁第二個板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運動休閒，主要打造嘅咧就係一個3大貴族運動，有潛水啊，包括騎馬啊，同埋一個高爾夫等等，都集中喺我哋嘅第二個板塊東北板塊當中。咁咧第三個板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自然生態板塊。咁呢個自然生態板塊咧就係一個打造人與自然嘅一個和諧接觸嘅，包括親子家庭或者小朋友咧都可以喺呢個板塊當中咧，係喺我哋會設立一啲藝術學校，係一個冇圍牆嘅學校，可以喺俾小朋友喺入邊去學習到更多大自然或者動物嘅知識嘅。咁相信我哋
停車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停車場位置啦。咁我哋停車場位置咧，隔離仲會打造翻一個萬二方嘅兒童教育營地。咁呢度兒童教育營地咧，都係同新會嘅以一個新會嘅小鳥天堂咧為靈感去打造嘅，係一個小鳥為 IP 打造嘅樂園嚟嘅。咁咧我哋所處嘅銷售中心咧，目前呢個板塊咧已經開咗非常之多嘅一個度假體驗㗎啦。咁包括我哋有藝術花房，可以一邊喺我哋花房入邊飲咖啡啦、食甜品啦、欣賞下我哋嘅濕地景觀啦。第二咧就係我哋仲會打造翻嘅一個故宮文化展覽，即係我哋啱所講嘅酒店前邊嘅藝術展覽中心咧嘅一個濃縮版。咁依家都可以呈現到一個故宮海洋世界嘅文化展覽，體驗到俾我哋嘅一個過嚟呢邊嘅貴賓去觀看噶啦。咁第三咧就係我哋嘅仲會有打造嘅一個星空影院，一個5D 嘅星空影院、生態餐廳等等嘅一個首開配套體驗嘅。係啦，咁喺我哋嘅銷售中心咧，隔離仲會打造翻一個叫水運 SPA 嘅。咁呢個水運 SPA 咧，對我哋以後喺呢邊生活嘅業主咧，佢仲可以提供一個足不出户嘅上門服務嘅中泰式嘅理療啦、按摩 SPA 等等嘅一個服務。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嘅公寓落户區。咁呢個公寓落户區咧打造嘅係有一個七層高嘅公寓，頂層咧就會做翻温泉池，地下仲會有泳池嘅，包括入邊嘅話全部都係温泉入户嘅客房。最後呢個板塊咧就係我哋依家首開嘅西北島板塊，亦都係我哋咁多嘅配套之中咧一個生活配套最優先去呈現翻以及最完善嘅板塊當中，包括咧呢個社區服務中心啦，入邊涵蓋有超市、生態超市、餐廳、電影院、健身房、劇場、書院等等嘅一個生活配套，並且仲會設有高端嘅一個温泉療養中心啦，以及禅修院、以及社區商業等等都集中喺呢個板塊當中。咁我哋係呢個社區服務中心咧，係2021年會建成嘅。咁我哋2022年入住嘅業主咧，就可以享受到我哋呢個社區服務中心，以及我哋依家已經建好嘅首開體驗嘅兒童樂園啦，我哋嘅我哋銷售中心旁邊嘅一個生活配套服務啊，以及我哋嘅海景公寓啊，都可以優先去享受啦。